凭借稳定的发挥，最终是以一分胜出。今天上午，万达集团与西班牙甲级联赛3家俱乐部在北京签订了合作协议，这标志着由中国足协支持指导、大连万达集团运作实施的中国足球希望之星赴西班牙留学工作正式启动。马德里竞技、瓦伦西亚、比利亚雷亚尔这3家西甲俱乐部主要负责人今天来到现场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这3家西甲俱乐部将选派专家组，从明年3月份开始，在中国北京、上海等15个足球重点城市，公开挑选12到13岁有较好足球训练基础的儿童，到各自俱乐部进行为期3到6年的训练和比赛。首批将选送30名小球员到这3家俱乐部进行培养，计划3。了解一下体育彩票的开奖情况。